你知唔知你嘅办公室有高达60%嘅电费用咗喺灯光照明上面，而其中有一半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咁浪费咗，例如只得一两个人加班嘅办公室，冇人用紧嘅茶水间、会议室同埋休息区。一般办公室嘅照明都系由中央或者分区控制嘅，好少有独立操控咁弹性。无论有冇人用紧，灯都系常开。能源亦都系长期咁消耗，我哋总系以为最后离开嘅人会熄晒啲灯，但系其实佢哋都未必清楚个灯掣喺边。咁到底有冇一个简单而有效嘅方法可以节省最多嘅照明用电呢 ？Antrac 智能照明系统呢、這个革命性并已取得专利嘅崭新产品，能够减少照明用电量高达50%。Antrac 智能照明是一个功能强大、简单易用的云端系统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依照住自己的工作时间，轻松弹性地安排你的灯几时开和开几耐，还可以预设假期和周末的时间表，进一步节省用电开支。不单止这样，你亦可以独立控制办公室的每一盏灯，或者组成不同的区域，而不受原有的线路配置限制。另外亦可以将员工分成个别组合，以配合各组不同的工作时间。在公司有些同事需要在深夜或者周末加班，那是在所难免的。但使不使开晒全层的灯咁嘥电呢？有了 Antrac 智能照明，你只需登入手机应用程式 ,click 个掣就可以独立控制任何一盏灯。无论是你自己个位、会议室，定是星期五晚在茶水间和同事 Happy Hour， 这种这么个人化的控制是其他照明系统都无可比美的。连走廊那排灯 Antrac 都可以帮你逐盏调控，那不单止悭电，还大大降低更换照明装置的成本，为你带来更优秀的投资回报。安装 Antrac 智能照明又快又简单，完全不需要重新铺线，悭翻唔少昂贵的安装成本同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哪款灯都啱用，只要装个控制器上盏灯度，几咁简单。强大的 Zigbee 技术会将所有控制器无线连接到控制枢纽，下载埋个 Antrac 应用程式，云端就会轻易帮你完成晒其余的工作。有了 Antrac， 既智能又悭钱，随时随地，一切都尽在你掌握中。Antrac 智能照明，智慧节能。